在这儿，没人惯着你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偷我鞋上了！赶紧过来，我擦干净。啊，叔叔，我这就给你擦。老张，让你给我考的文件怎么还没考？经理，你的 U 盘坏了。我早都把文件给你拷贝到雷克莎 M900 里了，雷克莎 M900 的传输速度又快又稳定，特别好用。这么好用，多谢你了。要不是看在你妈有钱的份上，我才不要你们呢。你妈那二婚还带你这么个雷劲，真是麻烦。姐姐，妈妈回来了，赶紧给我起来。哎，老婆，你可回来了。拖地啊，真是累死我了，是吗？妈妈。老婆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出差这几天呀，我又是做饭又是洗衣服，这哪哪都有我呀。老公辛苦了，来，把脸伸过来，我奖励你一下。老婆，来。啊，你演的可真像呀。老婆，你干嘛呀？啊，干嘛？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，教育你怎么好好做人。啊，这一巴掌是替我们家珍珍打的，你看你把他胳膊疼成什么样了。老婆，我你吃我的喝我的，干了那禽兽都不如的事。告诉你，孩子就是我的命，你敢动了我的命，我就要。